车库车没晒过太阳，晒过了。我们现在晒的叫什么？车主说的，没晒过太阳。怎么可能？没晒过太阳，红绿灯也会被晒啊。欢迎来到中古车的直播场，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叫永宁嘛，捷运的永宁站。我们来这边要看一台2017年12月出厂的 C-X5， 马自达的 C-X5， 然后它是2018年式的。对，然后它这台车是最顶级，就是有 Bose 音响、电动椅。那正常这个车大概在70左右，那因为它在是17年跑30000多而已，然后又是白色的，所以我觉得车子没问题，价格应该可以高一点。我们剩下的直接先去看车吧，车在那边。Hello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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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没有啊，骗我。啊，我行车记录器，我回去请师傅拆了，然后到时候寄过来给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对，有怕是到时候拆坏。啊，如果有任何的罚单啊、违规，就送我的。哦，好。对，那这边帮我前面。你只要顺着左，因为这边也不可能转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讲，你就算顺着左转，你没有打灯就会被检举。所以所有的弯都要弯，它是除了山路不用弯，不用打方向灯之外，所有的都要弯，都一定要打方向灯。一定的，只要是遇到不管左转右转，除非是开在山路上，其他地方要弯的都要打，要一律都要打。看到这个场景，大家就知道没有收取。2017年的 C-X5，不是很常收啊，马自达。对啊，其实我有在兼职做马自达业务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啊，这台是17年12月的，所以它是2018年式。然后它这台呢，它有 MRCC， 就是自动跟车。然后还有电尾门。我说他们叫 MRCC。对，不错。那 ACC 每一间叫的都不一样。那 ACC 是哪一间叫的 ？ACC 吗？是啊。ACC。不知道还想这么久。那宾士叫什么？宾士叫23P，是吗？那不是代号而已啊，自动跟车了，好不好？奇怪，有要说服人家自动跟车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说服人家？他就有这个功能，我干嘛说服人家？你很专业啊。他那个四川大川的英文，我就不会念。哦，我就不会念英文，你要一直问。奇怪啊，自动跟车啊，然后盲点也有，原厂的导航也有，什么都有了。然后这台是旗舰版 ，Bose 音响也有，最高级的，对，最顶2000cc 的。
啊，不是2000，然后还有车道偏移，机制还是辅助？辅助哦，棒啊！那个开这个车就很轻松，轻轻松松的就回到高雄。要强调一下，我们在高雄。怎么了？很多很多客人都以为我们在台北，居江汽车店名只有高雄一个，然后这台车他跑了36900，回去就变37000多，还是 OK 的啦，白色的车库车，晒过太阳，晒过了，我们现在晒的叫什么？车主说的，没晒过太阳，怎么可能？没晒过太阳。他说停车的时候没晒过，停车的时候没晒过，一定有啦，停红绿灯也会被晒啊。哈哈哈，变幽默了，好累哦，可以不要幽默，可以回到以前的那一种，最纯真、最天真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结束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在这收多少钱？然后就耶， yeah， 谢谢大家。G35估蛮多台的，我觉得整体是 OK 的啊，对啊，而且原版件，有车库车，车库车其实这么新的车，其实你如果放外面用心去照顾，还是一样很漂亮，就像10年车的用心照顾还是一样。哪一台 ？A4 好吧，漂亮。好了，这台车我们最终的收购价格72万，开价的话呢，在这边 ，OK， 原厂保养哦，原厂保养记录都有哦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们这一支 C5 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车子的价格，建议你加我们的官方 LINE， 后面有时间就会马上回复，然后去估下一台车子啦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